裹脚将之曾回应出轨，一年前已离婚。1300万是账单新浪娱乐讯。日前，国足队员姜志鹏妻子发展文怒对姜志鹏婚内出轨，出轨对象正是这位校兵，93年出生，长相清纯甜蜜，微博晒的全是吃喝玩乐、穿戴奢侈品。对此，姜志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法院一年前已经判定离婚，至于那篇掌文中提及的数目，是俱乐部给我本人的一个账单，不是像文中所说的那样。不管怎么样，因为我的个人问题对国家队、俱乐部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这里我向大家表示抱歉。范冰冰、张丰毅被曝曾水下假戏追作，不知道李真会怎么想。2016年，范冰冰、张丰毅主演了一部古装剧《武媚娘传奇》，该剧以80后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传奇一生，其中融入了权力、爱情、政治斗争等尔虞我诈的故事情节。但在电视剧播出后，网友大呼尺度过大，因《武媚娘传奇》中女星露胸的尺度过大，后被广电停播，当再次出现在观众们的视野时，《武媚娘传奇》已经变成了大头传奇，脖子以下的部位都被广电剪掉。在《武媚娘传奇》的档期刚刚排出来时，导演为了增加节目热度，在微博上放出了一组范冰冰与张丰毅水中缠绵的剧照。后来，张丰毅被网友扒出在水中手放的位置不对，反正小编没看出什么来。你们觉得张丰毅的手有问题吗？年轻女子爱上六旬继父，生下俩娃，最小4岁。陕西秦岭大山深处一小山村，一老者手牵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今年4岁，是老者的女儿。这位老人叫甄谭辉，今年66岁，他的媳妇35岁，结婚已有12年，膝下一儿一女，儿子今年12岁，女儿4岁。周围邻居介绍，甄谭辉的媳妇是他的继女。18年前，大山的另一头有一个女人带着17岁的李莲福嫁了过来，3年后，这个女人因病去世。而51岁的甄谭辉并没有打发20岁的李莲福离开，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彼此相安无事。又过了3年，2005年，李莲福怀上了儿子小甄，因为医院开具出生证明需要结婚证，他便和自己的继父甄谭辉就结了婚。当时无论是周围村民，还是李莲福娘家那边的叔伯都来劝说，可任谁劝说，李莲福依然死心塌地要和他的继父甄谭辉在一起生活。李莲福在喂养家里的小羊，他们家的屋后就是羊圈，3头牛、9只羊和10只小羊羔是他们的全部家产。甄谭辉从山上打草回来了，说起此事，甄谭辉一脸幸福。甄谭辉的儿子去隔壁大伯家了，甄谭辉找了过去，坐着问小甄，这也是你家的房吗？小甄说，这不是我家的房，这是我爷爷的房。听到这话，李连福赶忙走了过来说，这不是他爷家，是他大伯家。虽然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可是李连福对两个孩子特别疼爱，除了干活，剩下的时间都用来陪两个孩子玩耍。如今两个人早已不在乎外人的流言蜚语，在这个小山村的山坳中，他们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范冰冰、张丰毅被曝曾水下假戏追作，不知道李真会怎么想。2016年，范冰冰、张丰毅主演了一部古装剧《武媚娘传奇》，
该剧以八十后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传奇一生，其中融入了权力、爱情、政治斗争等尔虞我诈的故事情节。但在电视剧播出后，网友大呼尺度过大，因武媚娘传奇中女星露胸的尺度过大，后被广电停播。当再次出现在观众们的视野时，武媚娘传奇已经变成了大头传奇，脖子以下的部位都被广电剪掉。在武媚娘传奇的档期刚刚排出来时，导演为了增加节目热度，在微博上放出了一组范冰冰与张丰毅水中缠绵的剧照。后来张丰毅被网友扒出在水中手放的位置不对，反正小编没看出什么来，你们觉得张丰毅的手有问题吗？